在运赛结束之后，我看你很轻松啊，你坐了一个箱子上面滑出去了。因为我日常那个代步的工具，然后对，我觉得玲玲心态好好啊，当时，嗯，因为但其实内心还是会让自己紧张起来的吧。其实奥运会肯定大家都紧张嘛，就是，嗯，其实我今天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。